好，过来来看到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商业类学生级的竞赛成绩出炉，中华高雄延续传统，再一次来摕到好成绩，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七位同学，那是全数入围，各全部得奖，国考有四位同学摕到金秋奖的荣誉，其中会计咨询一证摕到全国的第一，是中商这十年来第七届摕到第一名的宝座。中华高雄延续好的传统，再次伫个全国级的竞赛摕到好成绩。校友会理事长马上颁发200,000的奖金，看学生有这么好表现，校友会甲家长会拢足甘心，再次强调一定会烧停到底。彰商本来就有很优良的传统哈，哎，最主要的哈，在短短的这个时间，我们的即兴很少，时间很短，那全部。应该要归功于、不是只有学生，应该归功于我们指导的老师。我知道老师非常辛苦，他要牺牲假期。那这一次全部入围、再加上有特别优秀的一个成绩、那首先也是要感谢全那个在培育我们选手的师长们、辛勤的那个教导了、那家委会这一边的话也 绝对是全力支援。这次代表中商参加全国级的竞赛七位学生，总共摕到四座金秋奖和三座优胜，其中会计资讯类的学生是来摕到全国第一。最难应该就是对题目的理解，因为它有一些会超出范围，然后就是要去补充那些知识，然后去补充一些课外的，就是要多看书。有没有想到自己会拿到全国？没有想到，因为我认为各个校都会有精英出来，就可能都会比我厉害。然后这次拿第一，可能就是有一些运气关系。校长讲，虽然中商是一个升学性质的学校，但是伫个技艺方面，同款秉持着优良的传统，学生的素质本来就真高。每年参加技艺竞赛，总是当破获大奖。总共参加了七个职类的比赛，那七个职类比赛是全部都获奖，这是我们大概近十年来不容易的成绩。因为全国的比赛总共有170几所学校参赛，商业类的学校，那能够争取到讲座跟入围，其实就非常的不容易。特别是我们这次全部都获奖，是全垒打。这阵摕到全国级的竞赛学生，将会当如愿进入理想的大学继续学习，未来的就业之路嘛将更加顺畅。我彰商，我骄傲。中央新闻，天下中华，彩虹报道。